亲人们，知道这在做什么吗？这是用渤海湾上好的乌虾，看看多干净。这是乌虾做浆的第二天啊，喜欢吃乌虾酱的双击666，扣起来。预备，开始扛。好了啊，一个又胖石头了，哎，又胖了，擦了啊，嘿嘿，都泡了。看你还有别的吗？跑上，跑上。还有这个海瓜子儿，哎，真多海瓜子儿。这多少呢？这要是好玩，我是走。咱们直播马上走起，六六六！看啊，有货没？零，真不上啊！啊，是吧？哎呀，这都是啥呀？你这生活不上啊！喜欢的双击。到了海边，如果你还没有见到海螺的话，就听听这痛的声音吧。听到这桶咣咣的声音，奔着清脆的声音而去，那么你就会捡到很多的海螺。喜欢的双击加关注，六。清晨来到大海边，发现这么多海螺，不捡手实在是太痒痒了，我就开抓了啊！哎哎，这还有一个繁殖的掉下来了，怎么？喜欢的双击加关注，六六六。今天天气好，心情也很好，刚来到海边就有了收获。看看，哎，这还有一个喜欢的双击666，直播马上走起。来，老铁们，看大虾下锅，做虾干啊！我靠，虾干一会儿都出来了啊！看这家伙，看下一视频出虾干。OK， 走到海边，什么都可以抓到的。看看这，这么多的腊螺，也是很美味的。喜欢吃腊螺的扣一，喜欢吃海螺的扣二，都喜欢吃的扣六。说好男儿要闯四方，为了前途和理想，为了我的他。为了爹和娘，吃苦受累又何妨？都说好男儿要闯四方，风雨我已肩扛，历经磨难。看看这活动石头底下啊，都是小石头啊，看看都是小螃蟹，还跑还跑还跑，哈哈。直播马上走起啊！喜欢的六，知道这是在干啥吗？知道的扣一，不知道的扣二。原来虾是这样保存的啊！喜欢的六，上螃蟹了，来一个，来两个了，两个了。我去，过瘾呐！我咋受啊？那还有一个，快给他逮住！哈哈，钓螃蟹真过瘾啊！喜欢的六六六，抓到一条会叫的鱼。什么鱼这是？哎，好，知道这鱼叫啥的扣一，不知道的扣二，还会叫是吗？喜欢的双。天气变凉以后，牡蛎就开始了生长，看看，这像花一样的牡蛎，正在飞速的生长啊！再过一段时间就可以吃了。看看这满地的牡蛎，能拉一列车。喜欢的双击666。今天北风大，潮水浪得特别好。看，这小海螺都出来喽。喜欢的双击加关注，看我爆桶直播，马上走起。双击666。我靠，电铃全是海，抢啊抢啊，全是海螺了，抢啊！开水，看看今天这个像石棒豆一样啊，一个一个又一个，哈哈，过瘾！喜欢捡海螺的双击加关注。干，喜欢大海的双击扣令。
看看这面，哎，提水都能上海螺，看这大海螺，过瘾过瘾啊！下边还有啊，还有，继续抓，哎，够不到够不到，还是放弃吧，喜欢的六。好几天没有大炒了，看这海螺，一个一个又一个。看，哎，还新牡蛎，哎，这儿还一个，啊，过瘾啊！今天的潮大，明天的潮更大，喜欢的双击666加海螺。今天对个皮皮虾啊，如果能出来的话，亲人们给个双击。哎哎哎，一、二、三，中！喜欢的双击666。